我们到宁波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家酒店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青色之城的频道，这是我们宁波之行的第三集。入住宁波凯州智选假日酒店，这是洲际旗下的酒店。之所以选这家，是因为性价比高，离天一阁和城隍庙都非常近。我们是从厦门乘坐高铁到宁波站，坐地铁二号线到城隍庙站下车，步行1000米左右就可以到酒店了。酒店的楼层并不高，总共有6层。和酒店并排的另一家酒店是凯州皇冠假日酒店，和这个酒店是同一家业主。我们的房间到了，640，一起进去看一下吧。算小，卫生也做得到位。350元的房价含双份早餐，还有积分回血，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，值得推荐。等我们晚上回到房间的时候，软饮和欢迎水果已经送到房间了，非常感谢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下一期视频，我们一起走进天一阁月湖景区。